非常之靓嘅一个 top 款系啦，咁呢个系 V 领，咁喺个裙，sorry 三脚嘅部分咧做咗个扭结嘅一个效果。咁两个色，我着紧呢个咧系雪白色嚟嘅，手拎住呢个咧系淡灰绿色，灰绿色嚟嘅，系啦。我呢个系雪白色，咁系一个短袖嘅版型啦，宽松嘅，咁冇驳位线，V 领嘅 cutting，咁个 V 领位咧属于安全嘅位置嘅。我而家就着咗浅色嘅内衣，浅色嘅 bra top，咁就有少少头，系啦，少少头嘅，再喺后面睇明显少少，系啦，后面睇就睇到 lace 嘅部分。咁就建议着翻 bra top 或者打底嘅，咁啊 V 领位咧属于正常嘅位置，安全嘅，咁系比较特别啲嘅一个款式，咁佢个手袖嘅版型咧都系相当之宽松嘅，佢系有少少似蝙蝠袖咁样嘅效果嘅，咁但系就冇驳位线啦，咁啊再阔身啲，咁喺三脚嘅部分咧就做咗个交叉扭结嘅重点位，唔系点缀位啦，重点位系啦，咁佢系交叉咗。咁佢個質地咧，非常之滑身嘅一個手感嚟嘅，帶少少擰身嘅質地嘅，帶少少擰擰地身嘅一個效果嚟，係睇到真係喺鏡頭睇都睇到噶，擰身嘅質地咧，好滑嘅一個手感嚟嘅。咁佢係玩設計感為主嘅一個款式啦。我而家就簡單襯咗個好有線條嘅同樣玩剪裁嘅一個褲款去配搭翻，呼應翻佢，連貫翻佢個款式，係啦。咁我着埋灰綠色俾大家睇。嗱，呢一個灰綠色都好有氣質感，係真係好有氣質感嘅一個灰綠色。加上佢隻質地咧，呢一個色會明顯少少嘅，即係我頭先講話帶少少反光嘅，擰擰地身嘅質地嗰個效果咧，係呢個色會明顯少少嘅。係啦，呢個色就實色啦，係啦，呢個色就實色啦，可以唔需要擔心。甲片都係有啲寬鬆嘅，係啦，甲片都係有啲寬鬆，有少少低嘅。咁件衫系本身呈现翻一个扭结嘅一个状态，好靓嘅一个 V 领款，好靓啊呢件，系啦，咁啊特别啲。咁呢个款咧，我因为即系呢个款系可以衬到皮带，但系其实呢个款都唔涉衫啦，直接着就已经好睇。咁就同样都系有少少建议大家衬翻呢一类嘅 A 拉裤嘅。系啦，即系唔一定呢条你屋企任何 cut 嘅一个 A 拉裤，我觉得都可以有翻一个将线条咁延伸落去嘅效果，好简单，但系成个线条感都系好突出、好有 style 嘅一个穿搭。咁呢个系简单款嚟嘅，但系出嚟嘅效果好好睇，好有焦点，亦都系好利落嘅一个效果。宽松嘅版型啦，咁呢个就冇弹性嘅滑身嘅质地，咁白色有啲透，呢、这个灰绿色 OK 嘅，咁啊衬牛仔裤。就已经系简单利落嘅一个效果。